41岁嘅视帝陈展鹏呢日就正式迎娶28岁嘅2016年落选港姐善文游，仲举行咗个海上婚礼添。展鹏首先就去咗酒店接新娘，然后一对新人就喺游艇上面举行注册仪式。提到宣读誓词嗰一刻，两位又有冇好感动啊？反而宣言上面佢哋比较踏实一啲，系、okay. 啦。但我都觉得我又中意即系宣言上面踏实一啲，因为始终都系生活啦，同埋就系你表达到佢即系一个好大嘅诚意。咁同埋最紧要就 call 爹哋妈咪面前做呢个宣言啦，冇得走啦已经。真系紧张，同埋即系我觉得今次对我嚟讲系非常之重要。是很重要的事的，因為我覺得結婚除了我自己的大事，也都是除了對 Phoebe 和 Phoebe 的爹地媽咪她的家人都是非常重要的、我希望即不要有什麼閃失盡量去說到自己想說的事情。陳先生陳太又打算什麼時候開始做人大計呢？我覺得有順其自然，即我都知道因為展鵬的關係啦，咁我都影響到我真係都會想生小朋友。咁但係我覺得暫時我又冇話好有 planning 去做呢件事，都係睇下天意啦，係啦。順住去啦，順住去啦。我當然想啦。